这个频道就是我们的 TPO 大乐团的哈。那么这个 TPO 呢，这个为了这一次12我们国际焰火在台中呢，其实呢做了很多新的曲目哦，没有错，要给大家这个全新的感受跟想念哈。是，而且呢，大家如果能够来追踪我们的 TPO 爵士大乐团的话，很简单，你只要上网在 Facebook 和 IG 找到。Taipei Professional Orchestra Big Band 怎么拼呢？太难了，你只要打 TPO 就可以了。Yeah, 如果是 IG 的话，就是 TPO Taipei。是的，我们来自己请我们的团长健身有话要跟大家打招呼，是不是？跟大家说几句话，是不是？有麦克风。Oh, Hello, Welcome, Jim。大家好，我们是 TPO 爵士大乐团，所以 TPO Big Band， 我们很。很感动，很开心可以来跟你们一起啊，对啊，你觉得今天的音乐很非常爵士吗？大家觉得今天音乐非常爵士吗？如果觉得爵士，来点掌声好不好？其实我有点说在故意说这个，因为这个是比较现代的爵士音乐，对对对，我想给大家一个感觉是比较现代的感觉，比较好听。然后刚刚的这首是 Moving Portraits， 是现在在我们的钢琴手 Banger Matt Follen。对啊，他的专辑有入围这个金曲奖，是，然后有介绍，对对对，很棒，很棒。是的，我们作品钢琴手其实是我们金曲奖得主哈。对对对，大家是不是给他热情掌声一下，我们老师？谢谢君。而且呢，君，大家如果看着那个团长的话，觉得他好面熟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他有演好莱坞电影，是不是？他有演国庆。焰火在台中的宣传影片，对的，代表我们台中市民呢，为我们大家台中露脸了。大家掌声向我们见。我觉得是这样，每次我去全家 7-Eleven， 他们说哦，in台中，对，他们都一直。现在你到 7-Eleven， 大家看到你，哎，你是台中太阳饼。就是台中太阳饼好吃。OK， 好，接下来下一首，对对 ，We want to get to with the next song。这个是很经典，从1950 Frank Sinatra 来的歌。然后这次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弦乐的好朋友，第一次跟 TPO 我们是加这个弦乐。啊，你帮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弦乐。我们 TPO 第一次在今年加入了弦乐的朋友啊。所以因为这次有弦乐，我有很特别的计划可以演。1950原本的音乐，这个是原本的音乐，所以1950他们真的有接受啊。哦，所以以前呢比较多现代爵士，现在又加了弦乐队的朋友们呢，我们就可以 play 这1950年 Frank Sinatra 的。对，这样，对对对，好，我们要继续啊。是的，我们再次热情掌声给我们的 TPO Big Band。耶，也有欢迎我们来自泰国的好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活动的现场，一起来欣赏。
掌声要大声一点了。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港都粤语耶。那我本来想让大家猜猜看的，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呢？这个是我们的 TPO 爵士大乐团啊，在今年刚刚收录在他们新曲目里面的一个，加入一个中式中国风的感觉的一个这个港都粤语的一首，对不对哈？对对，在金龙的意思是不是？是是是，对对对，我的泰语没有那么好，可是对，可是刚刚有这个小玉，我们是好朋友，然后他一直有很多兴趣可以玩爵士音乐、拉丁音乐、传统，就是在台湾的古典的音乐，可是我觉得他可以去了一下，然后跟我们一直有现代的感觉，然后玩很有名的这个港都粤语，对对对，很好听。你有听懂吗？我听懂啊，听懂啊，我自己翻译给大家听一下。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合，这样弦乐团能够加入，把我们这种比较东方的，就是传统的乐曲跟新的创意，把它做结合，是做一个翻新了。说实在的，我也不会不好意思，刚刚我听到一半的时候，哎，我还真没听出来是港都粤语。然后我慢慢听了，慢慢的品尝，对，然后有人跟我讲了以后，我就抓得到那个旋律了，旋律出现了，原来这首歌全新的一种诠释，加入了这种古典的爵士啊，又加入新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特别。没错，对啊，因为我很感动，有六十余可以帮我掌声鼓励一下，对啊。然后，如果你知道在爵士音乐有好多人有 solo 的部分，就是他会来即兴，所以这时候也有提琴张慧，然后吉他 Ben Holtz， 我们的加拿大的好朋友，对哈。然后前一首我们有我们的小号们，小号老师，对对对，然后有 Lodan， 对对对，很特别，我想掌声鼓励一下。对，所以如果你有看一个人在 solo 的时候，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拍照，对，很热闹，爵士音乐很热闹。所以待会大家在欣赏这个 TPO 的表演的时候，他们很多 solo 的部分啊、哦，所以大家只要听得很精彩，一定要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啊！不要安安静静的听，好不好？热情的掌声给他们。对，这个音乐没有那么正式，我们可以好玩的就好。很开心。Yeah, 对，很开心，当然有感觉就很好啊。对，而且他手头动好快。对对对对啊！好，我们要继续啊。好的，好，下一首，接下来我们有 Fading Away。然后也是我们的钢琴说一个新的，一个是新的还没出来的歌，全新的曲目，对，全新的，因为大家第一次听，对，哇，对对 对, 对，所以这是 Matt 写的，然后this one's gonna feature on， yeah we have Matt gonna do a solo on this and also Derek Lin， 我们的 TPO 的 manager 林可安以后有一个 bass solo， 是、好的，给我们老师们热情的掌声。对对对，好，掌声来聆听 TPO 爵士大乐团全新的曲目。是的。
这个全新的曲目，因为我听说就是为了今天晚上我们的一二国际焰火在台中特别做的这个曲目。好，几乎在这个10月13号我们台中的爵士音乐节也不会听到这首曲目，是不是？不会不会。So one night only, one time。对，今晚对，在台中爵士音乐节有所有不一样的歌。哇、wow, ，特别为了这个、这首歌叫 Fading Away。Fading Away， 它有一个台语的名字，可是我是英文叫 Fading Away， 可是有一个台语的名字。Yeah， 看顾，中文是看顾，跨过。哦，跨过，还是？哎、欸，我有听到。有没有人帮助我们一下？有谁？哎、欸啊，对对对，他是对，是他对，可是什么？再说一下好不好？跨够，对对，我相信他的台语比我好很多。但是跨够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你的家人，你哦，跨够，对啊，看照顾你的家人，看顾你的家人，对啊。然后因为有好多朋友，我们有台湾的朋友，我们有从外国人的朋友，从加拿大，从美国。然后这首特别是来我们有别的乐团叫中庸在的位，然后我们是写这首，然后变 Big Band， 是，然后他这个中庸有一个歌手，然后他是唱台语的，啊，对对对，然后就是很特别的故事，是，对，所以刚刚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样才有这个样的故事跟他的名字。那接下来好像还有一首很长的这个曲目要跟大家介绍，是不是？接下来还有一首比较长的歌曲要跟大家介绍、对对，等一下。对，下一首也是从我们的，其实 OK， 我会告诉大家很大的秘密，是一个大的秘密，对，很大的秘密，我们他们也不知道吗？被跟别人了、所以你们现在听到这个大秘密，不要跟别人说，是不是？可以，没关系。啊，12月我们有放我们的新的专辑。OK， 十二月，我现在感觉是在帮他翻译。十二月，我们发一个新的专辑。好，对。然后我们下一首，我们有一起录《Moving Portraits》第一首，是。然后《Gone to Yeah You》也第二首。第二首，然后《Fading Away》第三首。对，然后下一首是一个原本一个客家啊、一个哦，我客家有萨马罗达呀。啊，这句话我也对对，就是相信我，应该是这样。这句话我真的完全听不懂了。中文是哎，中文也讲的哈，对对对。我听感觉是有一个科长，对，然后因为这个意思是我们都很忙，因为我们都很努力。啊，对，我们都很忙，但是我们很努力，所以这首歌是跟这个有关系。对，是有这样的关系。对 ，OK， 好。So 我们要介绍来啊，英文的是 Busy Working Hard。Thank you. 你讲这我就听懂了。Busy working hard for our TPO Jazz Big Band. 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后的歌。OK. 对，这一首歌曲呢，是很特别的一首歌。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就要非常迎接我们这一二国际焰火在台中很棒的一个在空中的我们的无人机的烟火秀，马上就进行了。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 TPO Jazz Big Band。谢谢大家。然后如果你要看我们，可以来台中爵士音乐节，还是加我们的 Instagram、Facebook TPO Taipei， 欢迎来 tag 我们啊、我们很期待跟我们下次跟你们一起有表演。
来自热情掌声给我们的 TPO 爵士大乐团。掌声再大声一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因为这是我们即将要在我们一二的国庆焰火，我们待会有无人机要起飞了。对，现在你要再代表你们 TPO 跟大家讲讲话吗？ Before you get off,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them? No,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I want to say, 我的英文 OK 吗？可以，英文讲。好，我 want to say thank you everyone. TPO 我们都很感动，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台湾国庆的烟火会。是的。This is fireworks here. 因为等一下明天我也很漂亮。明天还有啊。是的。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Jim，谢谢我们的TPO。谢谢大家。谢谢。明天见。明天见。